这马总厉害，曲总更厉害。哎，你给我盯紧点啊，别跟四组那帮人似的，成天干什么都不知道。嗯，知道了。文件到村儿。是，王总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就这样吧。创始人那边我会当面去跟他说明清楚的。没事，王总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没有什么遗憾。 多谢王总支持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啊，胖子。 胖子，啊，我可能昨天晚上没太睡好，有点犯困。怎么了？盛彩生鲜集团收购案的材料你整理好了吗？还有几个重要数据，我再核对一下。下班之前一定要交给分控中心啊，案子赶着签约呢。好，整理好了马上给他们发过去。 要不算了吧，今天你先回去休息，好好睡一觉。剩下我来做就行了。不用，这案子一直是我盯着呢，只是我最熟悉材料，别人替不了。真的不用吗？无可替代，不用不用。盛世的事儿还有机会呢。吴总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 这不是投行最新推荐的项目清单吗？啊，你要从这里面选项目啊？对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怎么乱跑啊？我到处找你。哟，你是哪个厂的穿越过来了？碰都不让碰一下。你再这样，当心我不客气啊！ 林经理。
直接送到风控中心，来不及了。您不再看一下吗？没问题。